台湾的中医教育已走过半个世纪，从传统经典与历史文化的学习，到现代医学与科学研究的训练，不断为培养下个世代的中医人才而突破。今年，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中医学系将是您全新的选择。国内第一所国立大学中医学系，创设于阳明交通大学，拥有超过40年的医学教育基础，提供完善的软硬体设施与优异的学习环境，连接传统医药研究所，拥有优秀教学研究师资与先进仪器设备，培养未来的中医科研人才，毗邻卫生福利部国家中医药研究所，台湾中医药研究的领导机构，拥有丰富的中药标本馆藏以及多样的台湾原生药用植物，在中医药研究领域累积丰硕成果，完整的中医典籍文献资讯库，提供学生充分的学习资源。从基础中医教育走入临床，与台北荣总传统医学部合作，拥有顶尖师资与医学团队，传承丰富的临床经验，整合台北荣总与阳明交大的各项资源，打造以病人为中心、科学为基础的创新中医研究与教学策略，结合长期照护、医疗行政、科学研究、资讯工程等四大学群，培养具备跨领域能力的新中医师。欢迎大家来参与，来做一位有温度的新中医师。作为阳明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大家长，我们诚挚欢迎您加入我们中医学系，让我们一起共创台湾中医药的未来。期待您未来加入中医学系。